历史悠久的溪池乡三总杯仍是棒球锦标赛，今年进入第44届，一连4届比赛有将近100队1000多名选手参加，场面非常热闹。主办单位赞助企业嘛赠送选手游艇船票，唔那推广仍是棒球运动，嘛带动一寡台湾观光旅游。民国52年创办的三总杯仍是棒球锦标赛。延续至今已经举办第44届，成为溪池乡推广冷式网球的全国性运动。世界杯软式网球锦标赛开球仪式，请发球。全国咯，总共有这个90几队吼来参加这次的比赛。相信这次的比赛吼，已经经过44年的这个历史吼，伫溪池乡、伫日月潭来讲吼，因为这个三藏大师吼，伫咱的这个玄光寺的赞助、台灯，甲着咱的这个相关的单位，甲咱支持之下吼，希望咱这次的比赛吼，会当圆满成功以外，上加要紧的吼，来年会当哪办哪好，更加的延伸更大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比赛。参加的对象为各小各中，一直到社会组，连亚运的国手嘛，每年拢来参加。其中来自训练未了的朋友，虽然路途非常的遥远，但是每年拢来比赛。阮自进前就捌看到迄网路，阮报名，阮拢每年拢来参加啦。虽然吼路途较远吼，来到遮，伊最主要空气啦、环境啊，拢有法当甲阮吸引来尔啦。我们再走来到这里组队来这里打球，打球最主要对身体有好的健康啊，你算讲运动吼，肺活量也加较强啊，所以我已经拍30多档哦。三总杯冷式网球锦标赛是溪池乡重要的年度盛事，主办单位除了准备免费的午餐，提供选手享用。促销溪池乡的农特产，也有观光业者赠送选手船票，带动日月潭的观光。在刘乡长的计划之下吼，咱这个活动吼，应该是办了非常的周致啦吼。阮乡长吼，因为伊是运动选手吼，尤其针对这咱的网球的吼，伊嘛非常的讲起来是专才吼，未来吼。咱这个活动吼，不断的延续吼，相信咱乡长吼，一定嘛会办了更加好吼。一连4天的比赛，参赛选手拢是以球会友，嘛提供学生选手来磨练比赛经验，推广正当的休闲运动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